什么是小事儿？古语说啊，行，别古语了，还清明呢，还凭什么不让人说话呀？古语说了，天大，心小，心能装下天，你看，心连天都能装得下，这事儿大吗？吃饭，吃完饭去上课去，谁的话也甭听啊，不理。不理，不理怎么行啊？吃饭，吃饭。你好，请问您看到郑秀了吗？郑秀，哪个郑秀？哦，就是那个头发长长的。哦，想起来了啊，就是那个长得很漂亮那个小姑娘，她今晚上没来上课。没来？没来。不可能啊。没看见她。哦，谢谢。秀，秀。大亮哥，我来了。好啊。啊。秀回来了吗？没有啊，说上课去了。没有啊，我去接了，没接着啊。那上哪儿去了？走的时候说是去上课啊？不可能，他绝对没去上课。那跑哪儿去了？要不我给你问问去。你怎么跟他说的？嗨，不管了。好长时间没加班了，咱们厂的活啊是越来越少。现在啊，小印刷厂是遍地开花，竞争激烈。再说了，咱们厂的设备落后，我看以后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。照我说啊，还是承包制度有问题。这承包者都把利润吃走了，根本不舍得投入，所以生产力会越来越下降，这企业早晚得崩盘。行啊，秀儿。来了不几天，这问题看得挺准。现在呀，人家读大学课程，什么成本核算啊、企业管理啊，什么都懂，有头脑。秀儿，啊，好好学着，以后你来当咱们厂长，我看准比何大头强百倍。何大头他就能揽活，他懂什么呀？原来呀，他还是个烧锅炉的呢。烧锅炉的也能当厂长？啊。那时候搞改革，工厂承包谁也不敢干。何大头先拿出来一个方案，说是每年给区里交30万，结果他就当上厂长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胆儿大呗。这年头啊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别忘了关灯啊！哎。哎，郑秀。嗯。你一个人敢走吗？没问题。你没问问蔡姨她去哪儿了？问了，蔡姨说被苗春雷叫走了，说出去喝酒去了。他俩该不会在一块儿吧？要不我陪你出去找找去。这么大城市，到哪儿去找啊？啊，把两个人找出来，别挖眼珠子呢。没准他俩没在一块儿呢，别着急，我陪你在这等会儿吧。哎，你做面膜吧。哎呦，哪有这心思？哎呀，说真格的啊，
我得谢谢你。幸亏。那可不，没有您大诗人的大力指点，我那篇《邻居家的女孩》，他哪能出人？哎呀，对呀，辉哥，你这不是。这你得好好写完，来来来，咱俩喝酒去。别，我没喝醉，辉哥。改天改天，咱俩还得喝。改天改天，得喝得喝。辉哥，哟，歇会儿啊。你们这是去哪儿了？那个，这不是春雷拉了几个朋友，我们一起喝酒喝。对，喝酒。姚春雷，好久不见了，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挺好。挺好啊，对，那个，辉哥，那我就不送你了，不送你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走了。哎，苗春来啊，走了，你滚吧。哎，这臭小子现在可不得了，刚刚在《海燕》杂志上发表了一首诗，苗头正旺。是吗？还没睡呢，秀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加班去了。说实话。实话就是加班去了。你怎么了？秦卫，跟秀一块儿加班去了。你可别误会啊，我跟秀是半路遇上的。怎么这么巧啊？下午碰上了，晚上又碰上了，我怎么就碰不上呢？是啊，我也没碰上。哎呀，事情就这么巧啊。哎，别走。干嘛呀？等会儿，文章写的我们都看了，什么意思？您都不是看了吗？都啊，你还不知道什么意思？没啊，就是不明白才问你啊。秀儿跟家良哥定亲酒都喝了，这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？知道，怎么了？知道你犯什么疯啊？犯什么贱啊？啊，写什么狗屁文章啊你？姐，别去。正好，我希望你客气点啊。我怎么不客气了？你都不客气了，还让我客气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不客气了？你说你什么时候不客气了？啊，人家都有男朋友了，你还跟着搅和什么呀？写什么狗屁文章啊？什么情啊爱呀、啊？什么还什么永远的爱？你爱谁呀、啊、你？挺大老爷们，怎么一点脸都不要啊？我要不要脸？我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就是我妹，怎么就不关我事儿了啊？姐，你别这么说话好不好？你给我闭嘴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事儿整不明白，谁都不想回家。你好，你是谁呀、啊、你？跟你说明白了，我跟你能说得明白吗？我怎么说不明白了？不许回家，嘿，真有意思。你给我站住！哎哎哎哎，你干嘛你？哎呦，暴脾气上来了。啊，怎么着？他打人了？打他试试，好试试。哎，干什么呢？这是干嘛呀？什么干嘛呀？哎妈，你不是对这事儿你很气愤吗？啊？啊？怎么不说话呀？对呀，对呀，那个啥，哎呀，辉子啊，你看也不是赵姨说你。你说你在报纸上发表那样的文章，这干什么呀？这是，啊？你别说我们家秀已经有了主了，她就是没有男朋友，就你们家那条件，她根本就不可能啊！哎哎哎哎哎，说什么呢你？这是啊？说什么呢你？妈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哎，这赵姨啊！哎。怎么说话呢你啊？啊！我走了。我们家困难你看不上是不是？可我们还看不上你呢。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你？我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哼，我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我不就是一个卖咸菜的吗？就是。就你那样的还想攀高枝儿？哎，你们两家吵架。别把我们都扯进去啊！我没扯你去啊！这事儿都邻居住着，总吵吧，伤感情。不吵。那个啥，回去吧，天热，吹点电风扇哈，别往心里去啊！哎。太阳落山了，月亮。
们碍你什么事儿？碍我什么事儿？你攀吧你。是，我们家穷，可我们穷得有志气，不像你。我怎么了？你死乞白赖的攀高枝儿。死乞白赖，我乐意，你管着吗？哎呀，太热闹了，像唱大戏的似的。你说，这个生旦有了，进末丑也有了，齐了。生旦还下旦呢，真是。哎，你说他们家人也是哈，没事把咱们家烧上了，那真无聊。其实啊，这场戏没这么热闹。你看咱们往这一站，高潮他就起来了。是啊，你那老赵婆子和那正好猛在那表现，哎呦哇啦哇啦的，你啥？要不人家老蔡婆子就看出来了，说他家攀高枝吗？你别说，这倒也好，是打击打击许辉，别海马不知朝汛的啊。没事，你说跟咱家家良真秀那不是一个级别的呀，他没法比。没错。嘿，干嘛呢？放炮啊？不是，这小子是有毛病。真是的，这孩子。不是你，那你生他吃什么了？我吃什么你还不知道啊？咸带鱼。欺负人呢，哎！你给谁干？用这种方法，用这种方法讨好别人，太丢脸。咱们站着不如人家高，我蹲着也不比别人矮。你就记住了，讨好别人没用，人活着就得有骨气。你就是把脸都笑得跟牡丹花似的啊，你把天下的好话都送给他，人家也不会给你饭吃，给你房子住，给你衣裳穿，什么都得靠自己，没有救世主。知道还去讨好？那我不是为了女儿吗？妈，哎呀，别哭了啊。哎呦，您今天怎么了？这是啊，生这么大的气。是我跟他生气吗？不是他跟我吵吗？你也是的，写什么文章搁报上发表，惹得人对我一顿数了。我发表文章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，他跟我发火。他吃饱了撑的。辉子，咱们家穷，他们惹不起人家。穷怎么了？穷犯法呀，穷注定让别人欺负啊。我就不信了，咱们走着瞧，这地球到底能不能翻个个？九十七，九十八，九十九，一百。看不下去书吧？都知道你那是装呢。哎，你说你今天啊，也真够背的。明明是去加班去了，非碰见许辉跟他一块儿进院儿。你说，叫谁能信啊？啊？哎。我说，姐今天可都是为你好啊！看，你还挺不愿意的。你说，你弄了这么多的误会，你就是有一百张嘴，你也说不清楚啊。唯一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跟许辉大吵一架啊！你去质问许辉说：“哎，许辉，你为什么要在报纸上发表这样的文章啊？啊？”你只要一吵架。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，屈姐也不会再误会你，是不是？可是姐呀，她太了解你，你跟许辉俩人这架，她吵不起来，所以姐才冲上去的。
解释可都是为了你呀，啊，你不会不明白吧？我不明白，我不明白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我妹呀，你要叫别人我还管不着呢，是不是？姐知道，你这心里头啊还有怨气儿，还恨姐。也是，姐是有很多事儿做的对不起你。你比如工作的事儿吧，姐心里头也有愧。哎，可话可说回来，其实工作的事儿你怨不着姐。那当时，屈叔可是把咱俩都安排在建材公司了，咱姐俩可以一块儿在建材公司工作的。是你不愿意干这活，你自己放弃的，对不对？你怨得着姐吗？其实你怨不着。你看，姐就想啊，你说啊，妹妹工作没了，爱情如果要是再没了，那多亏得慌，那总得占一头吧。姐是因为这个才冲上去的，这么说你明白了吧？啊，还不明白呢？姐再说几句。你呀，以后离许慧远点儿，屈家良他小心眼儿，他忌讳这个。姐跟你说句推心置腹的话，千万不要脚踩两只船，知道吗？你这样，以后受伤害的是你自己，知不知道啊？这男人其实最忌讳就是这个了。那马姨，早都说了，这男人啊，要是有一百个女人，他都不嫌多。可这女人啊，他但凡有一点脏想法，这男人心里头都过不去这坎儿。你看你这传授经验，你还那么不爱听啊？怎么？哎，这孩子不让人操心吗？这不是。你也跟我较劲。一晚上话我都白说了，哎，昨天晚上的事，别往心里去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往心里去。那就好。下面请听古人说呀，心比无私，天天地宽。啊，我记得。老郑，哎，老郑，你看你这小辣椒是不是盐放少了？嗯。怎么有点酸呢？不会吧？嗯。酸不酸？不酸。你是鼻炎犯了吧？我还脚气犯了呢，我。病还挺多。行了，赶紧把你那收音机关上，咱们走吧，磨蹭啥呢？秀儿，把我扳道器给关了。
哎，好。草帽又忘了。那个，今天我休息，我给你们包饺子吃，中午早点回来。韭菜馅的？对对对。小心点手指头。哎。来，走，小心啊。哎哎哎。小心点儿。走。怎么不跳绳了呢？不想跳了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可能是因为长胖了吧。你这老不跳会更胖。没事儿，我也不当模特。跟许辉说话呀？我跟他又没仇，为什么不能说话呀？我看你以后还是少跟他说话吧，省得惹麻烦。姐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谈个恋爱怎么连自由都没有了？不是都说爱情是美好的吗？美好？爱情是什么呀？爱情就是烤肉，你放在那儿生着啊，它没法吃。你放在火上烤焦了，它还是没法吃啊！你得掌握好火候。我呀，我又不是烤肉，我也不想让别人来烤。哎，你去看看他到底去不去啊？佳良啊，别停了，快走了。听见没有？不去，我说了十八遍了，我不去。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？今后你要结婚，别人都不来，你什么心情？我自己都不知道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佳良，你老姨都说了好几遍了，说不管怎么着把佳良带上，就这么一个表弟，你说你捧场也应该去捧啊。能不能不勉强别人啊？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我愿干的事情你们不让干，哎，我不愿干的事情你们逼着我做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我现在有公民权了，正式通知你们，以后我不愿干的事情逼着我也没有用，过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好好好，不去拉倒，咱们走。你以为你这是个性啊？你整个没教养。走走走走走，赶紧走了。你就听吧啊，你能有出息。辣白菜，酱茄子。蔡姨，下啊早班啊。话痨啊！不说话拿你当哑巴卖了。为人厚道点好不好？谁活着都不容易，都不容易，那我容易，我容易，行了吧？什么事儿？坐下吧。生气呢？没生气。没生气？你没生气，那我昨天晚上敲你窗户，你干嘛不出来？那时候生气了。我就是问，那个时候生什么气？这些事情搞得这么复杂，你有责任。你看，老同学，我不是不给你面子，是真的没办法。您就多包涵吧，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能理解。哎呀，现在就是人多，到哪都没编制。
好了好了，不跟你多说了啊，改日啊去你家吃鱼，吃老屈做的鱼，哎，那可是一绝呀。哎，好了，哎，好好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秀儿，你知道吗？这次的事情啊，特别伤我。我知道你还爱着我，可是，这只是我觉得你还爱着我呀。你还爱我吗？你得用行动来证明。什么行动？太轻了。太重了。还不行啊。哎，秀。秀。我真的爱你。我就是粗鲁了，我就是野蛮了，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，你知道吗？为了你，我受了多少委屈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真心爱你的，你知道吗？去了。嗯。哭了。我错了。错哪儿了？对不起你，我不该跟你犟嘴，我不该惹你生气，我错了好不好嘛？哈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这么容易就生气，心眼真够小的。这时候你那嘴啊，现在都能挂一油瓶子。哎，你笑什么？你哭啊？哎，你笑什么？你哭啊！坏蛋！
以为你睡了呢。这么快就洗了？哎，顺便帮我把这也洗了吧。床单子都这样了，我爸妈回来看见了不太好。你自己洗吧。我从小不干家务活，这你也知道，我哪会洗这个？我讨厌你。怎么了？你不是说爱我吗？我觉得我们这样做太草率了。秀儿，我知道你是一个特别传统的女孩子，可是相爱的人做的事情都是可以理解的。好了，别想那么多了。先帮我把这床单子洗了，啊！嗯，干什么呢？别这样嘛！怎么了？你一下子突然变成这样，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。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洗了呀？不能。就这样铺在床上？你铺吧。你可想清楚了啊！这样做的话，对谁可都不好。你最好把它挂在院子里。你以为我不敢啊？你挂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挂呀。干什么你？帮不帮我洗？不帮。你不帮我洗，我就晾啊！你给我晾一试试。你说的啊。你疯了你！你干什么？你给我啊！你不让我晾的吗？你不洗我就晾，来放手。我不洗，我不洗，我就是不洗。放。哎，给我啊！你不让我晾的吗？你不洗我就晾，来。我不洗，我不洗，我就是不洗。秀儿，你给我。秀儿怎么了？这是。秀儿怎么了？这是。他怎么了？他欺负你了？啊？跟妈说怎么回事啊？你是这没事啊？齐佳良，佳良。佳良，你出来！啊，你别去，你别去，别去！怎么了？这是？秀，怎么回事？气成这样？他欺负你了是吗？没事。哎，佳良！哎哎哎，佳良！哎，回来！不是，别惹事儿，问我问清楚，问清楚，先回家，先回家。秀，秀啊！到底怎么？哟，怎么才包啊？嗯，秀儿不是说包好了等你们回来吃吗？病了啊？病了？嗯，怎么了？谁知道？嗯，在屋里躺着呢。看看去啊。嗯。怎么了，秀儿？生病了？头疼还是肚子疼啊？啊？不烧啊！来那个了？不对吧？应该还差十几天吧？你行，那个躺着吧。你要想吃啥想喝啥，跟姐说一声啊。姐帮忙包饺子去。要不你睡会儿。起来了吗？没有。问他怎么回事，他也不说；摸摸他头，也不发烧啊。他也不说他肚子疼，是不是谁惹他生气了？
嘉良。嘉良，俩人不处对象吗？不好好处着，干嘛呢？谁知道？我跟你爸回来的时候，看他们俩在院里抢床单。什么？抢床单？啊！你一看见我们进来了，嘉良转头就回屋了。你妹妹呀，就站在那儿啪嗒啪嗒掉眼泪。是不是嘉良欺负他了？不知道，哼，没准两人吵架了。我说去问问吧，你爸非得拦着不让我去。说着屈嘉良比秀儿大好几岁，怎么老欺负秀儿？我问问他去。哎哎哎哎，你消停消停吧啊！你还嫌事儿少啊？我就去问问怎么回事儿，不跟他吵架，这才哪到哪儿啊？你回过头来结婚了，生孩子了，还不得动手啊？别去，没你什么事儿。我不惹事儿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他一掺和，准没好事。哎呀，问问就问问呗，怎么了洗东西呢。啊。一般这东西都是我自己洗。一般。二班我也没见你洗过呀，哪是老帮你洗吧？哎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能洗。干嘛？怕我发现你秘密啊？嗨，我有什么秘密啊？有什么秘密？我刚才都看见了。走，快点走！哎，别动这！这什么呀？来，我自己洗。算了，我帮你洗吧。懒人洗这东西，晦气着呢。说话呀！今儿怎么话这么少啊？没有啊。我说秀儿怎么跟生了病似的，大白天的躺床上。其实这事儿吧。什么这事儿啊？别看你平时挺招女生喜欢的，可我觉着。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我怎么不是好人了？你是好人啊，脾气倔，又霸道，还经常不理人，这算好人啊？其实你跟我妹吧，一点都不合适。我妹是属于天底下最好的那种女孩，人好，心眼好，脾气又好。不过也有缺点，就是太拗。怎么说呢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你要是想跟他好好过，你就别惹他。你要是惹着他了，他一百天不理你，那都是正常的，你还不能跟他犯倔。他没理那行了，他要是有理，你等着倒霉吧。他就属于。脑子一根尖，就跟驴似的，一条道奔到黑，谁都甭想往回拉。你还跟他耍脾气，他不把你气死啊，就不错了。行，我把脾气改一改。就凭你啊？你要能把脾气改了，以后咱全院的饭都我一个人做，大家吃。脾气这东西。
那是说改就能改的吗？要都能改啊，来些臭脾气的，好，犯了错事了，回头说行，我把脾气改一改。他改了吗？有几个改的？这情绪一上来还能控制得了？要改我早改了。我这臭脾气多倔呀。你还知道自己脾气臭，知道自己脾气倔呢？我呀就这点比你强，有自知之明。虽然属于那种啊坚决不改吧，但是自我批评还是经常开展的。没发现，还挺幽默的。优点地方多了。嘉良哥，我一直喜欢你这事儿，你知不知道？不知道啊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你什么不知道啊？你什么都知道。你就是不喜欢我，我知道。小时候一块玩的时候，我就想，要是有一天长大了，能嫁给嘉良哥这样的人，多好啊！完了，你看，你跟我妹都这样了，我还怎么嫁呀？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以后对我妹好点，不许欺负她。你要欺负她，我跟你没完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可是你大姨姐啊！行行行，你放心。我肯定不会欺负秀的。那可不一定。其实还是觉得咱俩合适。脾气都臭，以毒攻毒，打打闹闹的，其实也过得踏实。哎，谁跟你说的这个？这简直是谬论。什么谬论啊？这是真理。哪家过日子两口子不吵架呀？啊，你爸你妈不吵啊？我爸我妈不吵啊？是，你爸你妈也吵，吵得欢实着呢。老话说得好，哎，说不是冤家不对头啊，所以人家才把这个夫妻吵吵闹闹的比作成冤家。这吵吵闹闹的夫妻吧，其实过得倒踏实。不吵不闹的反而不靠谱，说不定哪天就离了呢。行，改天啊我给你创造一个和谐幸福美满的家庭给你看看。把生活理想化。哎，你说这秀和许辉之间还有没有感情？感情肯定是有啊，但是你放心，秀儿跟我不一样，她属于那种忠贞不渝型，不像我说变就变。她既然跟了你了，她就不会有什么烂心思的。别老怀疑她啊。等等回来再煮吧。啊，行。哎，谈的怎么样？问清楚了吗？啊，没事儿。嘉良跟秀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闹点小别扭。那个饺子都包好了吗？好了。哎，嘉良要是一个人在家，你就把他叫过来，咱们一块儿吃。对，一块儿吃。对什么呀？吃你的不就得了吗？怎么了这是？你怎么又不高兴了？一天到头哪有那么多高兴事儿啊？老高兴，乐死了。哎，这孩子怎么阴阳怪气的？行行行行，煮饺子去吧啊！起来吧，雪儿，起来吃饺子。等会儿饺子凉了，又不理人。哎，其实这也是好事儿啊，板上钉钉的事儿，以后他想跑他也跑不了啊，对不对？
非让我说实话呀。床单可真难洗，洗的我手啊都糙了。以后啊，再不帮屈家良同志洗床单了。你跟家良说什么了？我没跟他说，是他跟我说的。他说这事儿啊挺美妙的，说你很温柔，说就是太瘦，但是说抱着还挺舒服的，还越抱越紧。我不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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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说了。事儿都干了还怕人说呀？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啊，出来吃饺子了。蔡姨，你猜他说啥？是吧？秀，秀，今天学的怎么样啊？还生气呢？秀，床单子那个，我今天中午是和你闹着玩呢。我看到院子里没人，所以才挂。如果有人，你想我能挂吗？哎，秀。至于那件事情，我承认我太鲁莽，事先没有征求你的意见，我就。但是我想，我们两个关系已经确定下来了，是不是？既然真心相爱，我们肯定能走到一起的，对吧？秀，哎，哎，秀，秀。你姐呢？今天还跟我说了好多你的事情，让我从更多的方面去了解你。我决定，以后不跟你发火，不对你霸道。你姐还说，你呀不好惹，如果惹了你啊，看着挺温柔，你会一百天不跟人说话，一条路走到底。还说，哎，哎，秀，秀，秀，你得说话呀，你这性格也不好，你不说话，别人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？哪怕你发句火，对不对？秀，秀，听我说，秀。我就算有这样那样一百个一千个不对的地方，你也得说话呀！你不能委屈的像个孩子，像受了多大侮辱一样。行，你既然今天不愿意说话，那就一个人想。你一个人就能把所有的事情想明白。秀儿啊，蔡姨，看书呢。啊，快坐，快坐，蔡姨。哎，你看我这儿乱七八糟的。蔡姨，有事儿？啊，秀儿啊，蔡姨想求你点事儿。我还不知道跟你说好还是不好。嗨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就说吧。报社啊，有个吕主任。想帮着你辉哥联系调度工作，这不是考虑他写作方便吗？那是好事儿啊。是好事儿啊，可是你知道他给联系那个单位是哪儿吗？哪儿？就是家良他妈那个文化馆，人家说什么也不要啊。为什么不要啊？这还用说吗？秀啊，你能不能跟他们家人说说，帮帮忙，啊？哎，这件事儿啊，对你辉哥呀挺重要。他听说调不进去呀，一天愁得连饭都吃不进去。
你说，我看你着急。秀，才求你这事儿，你说难为你不？没事儿，这样吧，蔡姨，我去找家良哥，让他跟他妈商量商量，咱们争取把这事儿办成。太阳落山了，温暖的手牵着我和你，一世有情相依。就跟秀说，家良现在和秀的关系十分不好，我不能给秀添更大的麻烦了。下班了。啊，下班了。我以为你不再和我说话了呢。我找你有点事儿。哦，你是有事儿求我？算了，不和你说。哎，别！不和你抬杠，我错了。有什么事儿你说吧。徐经理，啊，来，喝。别，你喝。我徐经理，接着呢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我替行不行？对，行啊，我替哈，谁替都行。来，那来。他不过咱们得有个条件，谁替谁六杯。哎，六杯？对，处长啊，这六杯可是太多了，要不然咱四杯。对，四杯吧，就六杯。四杯。不行，就六杯。那好。六杯就六杯，来，好，来，好啊，来，行啊。这，好，这六杯可太多了。这有点多，有点，这意思，咱们得吃菜。你，马山，金处长，我敬你啊，好。哎呀，曲经理。你看，这干了三杯了。哎呀，四杯。好，好啊。好，最后一杯啊，敬大家啊，敬大家。好，看。好啊。别匆忙，拉着他。我爸又不回来了。爹就拉扯你一个，你爸打电话说有饭局。叶总是他的小儿子，那才是他的。你吃这个，我呢？小时候，你自己泡一趟吧。顶在头上怕吓着，你再看现在，今年考大学，明年考大学。你爸最近啊，饭局是越来越多了。五尺多高的汉子，我看他是不想管咱娘俩喽。童叟也比你小吧，吃的苦没你多。饭局多呀，也正常。要不然，那帮记者写什么文章啊？报纸上是连篇累牍的禁止大吃大喝。我爸他们又不吃不喝，报纸上的文章不白写了。你说这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回来，一顿饭是几百上千的，你说这钱干什么不好啊？还背着大伙供农村的失学儿童上好几年学的。你咋知道？太不像话了！我不瞎。对，太不像话了。说去吃，快吃。
他们哪个手里没个千八百的？妈，不叫王管，叫妈了。有什么事儿，说吧。今天是不是有人给你推荐人才了呀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有没有吧？有啊，你吕姨